Редактор субтитров А.Семкин Корректор А.Егорова 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各位同学继续来介绍收入的认列跟衡量。在上一个讲次，我们跟各位介绍了三种这个收入，哈，包括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跟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啊，哎，都举了一些例子。呃，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建造合约的收入，叫做 construction contract。 Revenue 哈叫建造合约收入，这个建造合约收入呢，可能兼具有提供劳务收入。 跟销售商品的收入在里面，哈，就所以等一下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各位就可以了解哦。先来看看什么叫建造合约，好，为什么叫 construction contract？为什么我们会计上呢单独为它列了一号公报哈，规定呢，这个建造合约呢，那么它的这个会计处理应该怎么做？哈，我们现在看什么叫建造合约，要符合这个建造合约的规定，我们才能够用这个公报哦，哈。好，所谓的建造合约呢，是指为建造 一项或数项的这个在设计，啊，或者是技术，或者是功能，或者是最终的目的，或者是它的用途等方面密切相关，或者是相互依存的资产组合而特别订立的合约。订立的合约，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哈、啊，我要盖一个炼油厂啊，炼油厂，或者是比如说六轻。 好几十栋这个房子，那各种的不同的这个炼制的程序，那么一次呢全部都包下来了。那么这个呢是一笔建造的合约。我要盖一条高速公路啊，两百公里哈。那么经过所有山区啦，包括涵洞啦，或者是隧道啦。那么这个呢整个我包下来，这是个建造合约哈。我要盖一个厂房，或是盖一个仓库，或者是盖一个宿舍，员工的宿舍或者餐厅。 那么这些呢，你都可以把它合起来一起来发包。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建造合约，它们有特别的设计，有特定的用途。好，那这个呢，整个叫建造合约。那么建造合约呢，我们按照合约的标价。 啊，那个价格的计算的方法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大类，一类呢叫做固定造价的合约，哈，固定造价合约，一个叫成本加成的合约，或者是有时候叫成本加利的合约，利润的利哈，成本加利的合约叫 cost plus。这个固定造价的合约呢，就是说我给你这个工程包给你多少钱就确定了。 你呢有办法把成本压低，你多赚钱那是你的事情。你呢成本超过了赔钱了，那也是你的事情。反正我就给你这个价格，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就叫固定造价合约。那么成本加成合约呢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你呢花了多少成本，一百万我就加给你百分之十的利润，一百一十万。你发两百万，我就也是加给你百分之十的利润。 两百二十万给你，这叫成本加成或成本加利。那成本加成通常是用在比较那个风险性比较高的啦，比人家不愿意承包的，因为不晓得成本多少，我估计不出来啊，那怎么办呢？我说我花多少钱，你就给我多少利润就少好了嘛，成本全部还给我，然后利润加点利润。这个用在什么呢？用在国防工业最多。比如说呢，我国防部委托一个厂商去帮我设计一个新的战斗机。 那战斗机我要求的规格都跟都跟你讲了，我要求的性能都跟你讲了，你己去研究啊，去去弄，花多少成本你也不知道啊，那你怎么能够包呢？所以那就这样好了，你花多少成本我全部给你，然后再给你赚一个利润，就就变成成,成,成成本加成的这个合约喽。好，所以呢，我们大概有这两种这个方式哈。好,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呢，建造合约的收入跟费用呢，应该怎么去认列。 我们怎么认定这个收入？怎么认定这个费用？哈，那么基本上呢，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合约的收入跟合约的费用。那么怎么认定合约的收入呢？它包括两个部分。好，合约收入包括两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合约明定的原始的收入金额，也就是说刚原始的发包的这个金额喽。哎，这是第一个最明确的，也是最大部分的喽。第二个呢，合约变更。 索赔以及奖励等等所产生的收入，就是三种呢，就是对那个合约的修正的额外的收入啊，这个加起来呢，变成我们的合约的总收入啊。基本上呢，大部分大概只有那个合约原始的发包的那个金额啦，是最可靠也是最大宗的哈、啊。其他的可能都是属于 minor，属于小部分的，或者是没有哈、啊。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合约的修正。 啊，合约的这个修正，所谓的合约变更，就是什么呢？就是业主呢，他变更了设计，好，变更了设计，或者是额外的要求，说，哎、哦，我要增加什么，或者我要减少什么啊？那么我也同意了，承包商也同意了，彼此呢把这个新的设计的啊、呃、成本算出来，说好了，那我如果这样设计的变更这样的话呢，你要给我多少钱？那么这个是合约变更所增加的金额哈。第二个呢，索赔。 什么叫索赔呢？就是要求你赔偿啦。干嘛我要赔偿？因为你让我多花成本啦、啊。就是对业主或者是第三人呢，他由于他的原因，哈，造成我成本的浪费、成本的增加，这部分呢你要负责赔偿给我。那这部分叫做索赔。哈，第三个部分呢叫做奖励或者奖励金。什么叫奖励金呢？就是我工程呢做得非常好，比你业主所要求的更好。 但是业主呢非常满意，结果好了，我给你原来发给你四八发包给你四百万，你做的太好了，我给你再加五十万给你好了，四百五十万。或者说呢，我原来是要求你一年把它做完，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六十个工作天或者是日历天，结果呢你两百天就把我做好了，交货给我了。 哎，那这让我呢可以提早生产，非常高兴，多给你四百四十万块钱。那么这些呢都叫奖励金，好，都叫奖励金。那么这些呢就构成了我们合约收入的一部分，好，合约收入一部分。好了，接下来我们看合约成本，好，所谓的 cost，合约成本包括什么呢？也是包括三个项目。第一个呢，直接和合约有关的这个成本。 啊，直接和合约有关成本，比如说它的材料啦，它的人工啦，啊，这个材料实际上施工钢筋水泥喽，还有那个工人的这个工资，那么那些呢就是直接成本啊，这、就是合约成本的最大的部分。第二个呢，一般可归属于合合约的活动，而且能分摊到合约的这个成本，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管理的费用啦，这个现场的工地的这个这个。 监工的这个薪水啦，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那么应该属于这个合约的，我们叫做合约的可以分摊到它的这个成本哈。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其他根据合约的约定可以特别向客户收取的成本。那么这个呢当然是比较少见喽，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之下，如果这个工程呢有特别的事情，那么业主呢愿意说。 这个部分的成本呢，我来吸收。那么你去做吧，那我就给你哈。那么这部分的话呢，也可以把它列入我们的合约成本的一部分，同时我会有收入的哈，因为业主呢他承认这笔费用。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基挖下去的话呢，发现原来下面的岩盘呢超乎我们的这个这个原来的预期。 比施工的进困这个困难度呢非常高，那怎么办呢？那那你说这个成本呢额外增加成本的话呢，那你业主呢要来负担，他也同意了。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它列入我们的合约成本哈。好，这是合约成本的确定的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合约的收入跟费用呢，它怎么去认列哈。好 刚才我们讲说哪些是收入，哪些是费用咯、哦？那现在说这些收入跟这些费用呢，我怎么去认列，在我账上呢加以记录，在我的报表里面呢加以表达哈，这个叫 recognition 哈。好，我们还是因为建造合约呢，基本上还是一种提供劳务的合约咯啊，我跟你承包一个工程，我就做嘛哈，所以我提供我的劳务，所以我们是用劳务的提供的这个收入的认列方法，各位还记得吗？ 分成两个，一个是是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一个是交易的结果呢不能够可靠估计，对不对？好，我们还是一样的，把合约的结果呢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如果建造合约的结果呢能够可靠估计的时候呢，与其相关的合约收入跟合约成本呢，应当在报道期间结束日，也就是在资产负债表日喽。 按照完工的进度，哈，也就是采用完工百分比法啦，认列为收入跟费用，哈，这是这个合约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时候。那、呃、如果合约结果能不能够可靠估计的话呢，怎么办呢？诶，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法嘛，就是建造合约的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时候呢，所有在当期发生的啊这个成本的话呢，全部合约成本全部呢都认为认列为当期的合约费用。那合约收入怎么认列呢？ 合约收入是在你的预期能够回收的实际合约成本范围之内认列为合约收入，也就是说呢，不得认列超过实际成本的合约收入，也就不能够认列合约利益，因为你根本不能够可靠估计嘛。哈，好,好，先在这边休息一下。 那什么叫合约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呢？是不是我们就哦，我能够估计了，那我就我就接受了？不是的哦，哎，我们有一些个必要的条件，你才能够说服别人说，哎，你真的对合约结果能够可靠估计哎，所以我可以允许你用完工百分比法。好，我们来看看呢，合约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条件是什么？有四个条件哦。第一个。 合约的收入总额呢，能够可靠的衡量，就说这个合约你做完了，你到底能够收到多少钱？诶，这个有合约在这边啦、啊，就是有一些索赔啦，或者是一些奖励金啦、啊，我也都可以估得出来哈。那么就是收入总额呢，能够可靠的衡量。第二个，与合约相关的经济效益呢，很可能流入企业。这句话告诉你说，你真的可以收到钱了、啊，你做了不会做白工啊，将来这个业主呢不会不会倒闭的。好，所以。 很可能你真的会收到这个钱，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在报道期间结束日，未完成合约尚需发生的成本和合约完工的进度呢，能够可靠的衡量。也就是说呢，你要能够估计合约的总成本到底是多少。 否则的话，你有总收入，没有总成本，你怎么知道它的结果是赚还是赔呢？所以总成本一定要能够估出来，总成本能够估出来，你还能够估出说我投入多少成本了、啊，所以我才能够计算我的完工比例啊，啊，这是第三个条件好，第四个条件呢，就是实际发生的合约成本能够清楚地加以区分，说哦，这些真的是属于合约成本，那些呢，总经理的薪水不是属于合约成本哈。 要把它区分出来，而且能够可靠的衡量，以便把实际合约成本呢跟我们的预期的合约成本呢来做一个比较，哎，看看我是不是真的赚钱了，有没有估计的错误，有没有出入要调整的。好，就是这个合约成本能够可靠估计的必要的条件。那么刚才讲过，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要用完工百分比法，那怎么样去计算完工百分比呢？ 我们有几个衡量完工百分比的方法，大致上呢，我们用的这个三种方法，最常用的一个呢叫做成本比例法，哈，就成本比例法，就是我投入多少成本了，然后估计总成本是多少，然后我一除的话，就知道我完工比例是多少啊，这是第一个成本比例法。第二个呢，工作量比例法，工作量比例法，比如说这整个的工程呢，我估计需要一百万个人工小时。 我已经投入了二十万个小时了，所以我已经完工了百分之二十，好，百分之二十。按照投入量的数量的方法，来计算。第三个呢，用产出量的方法，比如说呢，我包一个盖一条高速公路两百公里，这是我的产品啊、哦、产出要盖好两百公里的高速公路，我已经完成了五十公里了，所以我完成了四分之一，啊，完工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五。那这个用产出量法呢来计算。 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完工进度或者是完工百分比的衡量的方法。哈，好，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的是收入和费用的这个热衡量的方法。我确定可以认列了，怎么去衡量它？金额多少？你要告诉我啊。好，那叫衡量的方法。哈，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收入和费用的衡量方法呢？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来认列收入费用的汗水一的这个公式。哈，先看看当期的合约收入等于多少呢？ 等于这个当期期末累计应认列的收入，就是我从开始承包合约到今年年底应该认列这么收入，减掉以前年度已经认列的收入，那就是我今年度应该认列的收入喽。好，我们再看它等于什么呢？累计应该认列收入等于多少？等于合约总收入四百万，假定说八个工程，减掉乘以当期期末完工进度，已经完工了百分之七十喽，所以我应该认列。 两百八十万，假如说合约总收入是四百万，完工期是的话呢，那两百八十万减掉以前年度累计已认列的收入，去年我已经认列了一百二十万喽，所以我今年度呢，我的今年度的合约收入就是一百六十万，我们是这样算出来的喽，哎，这、就是当期的合约收入啊。好，再看当期的合约费用，哎。 用完工百分比法、啊，当期的费用等于多少呢？也是一样，仿照这个，按照完工百分比，当期期末累计应任内的费用减掉以前年度累计已经认内的费用，它等于哈，合约预计总成本乘上当期期末的完工进度，好，比如说百分之七十，预计的成本是三三百万，所以七三两百一十万，减掉以前年度累计已认列的费用，哈，假如说是这个呃一百万好了，好，那我就呢。 就是七三二十一，我今年度还要再认列一百一十万啊，这个当期合约费用，这两个是最重要的，两个都确定以后呢，我们的合约损益就出来喽、哦。哎，当期的合约利益或损失等于当期的合约收入减掉当期的合约费用。那么这是这个我们的一般的这个损益呢，这个认列的方法正常情况哦。但是我们承包工程呢，有时候会发生亏本，发生亏本的话呢？ 这个亏本呢，就、这、是、个、合约发生损失喽。它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整个合约真的损失了，哈，完全损失了，哈；一个是合约还有利益，可是我去年度呢多承认了利益了，哈。所以，比如说合约总利益是二十万，我去年度就承认了三十万，估计错误，所以今年呢应该冲回来十万，哈。 整个合约还是有利益的哦，但是呢，我以前多认列了，那这部分的话呢，没有太大问题。我们还是用完工百分比法。如果整个合约有损失的话呢，那问题就大了，你就不能够采用完工百分比法哦，因为损失呢不能等比例的认列，要全部认列。 一旦发生损失的时候呢，百分之百都要认列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我们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好，我们现在看看，当合约发生第一次发生合约损失的时候，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呃，基本上呢，我们还是分成合约收入、合约费用跟合约的这个损失三个部分来算哈。好，合约收入的话呢，不管什么情况都按照完工百分比法。好，所以当期的合约收入呢，我们还是等于合约总收入。 好，合约总收入乘上当期期末完工的进度，减掉以前年度累计已认列的收入啊，就是我们上面那几个都是这样写的喽。好，那么合约的费用呢？这个时候你不能先认列合约费用哦，否则就会按照完工百分比法认列，任劣不可以的。要先决定合约损失，就是你今年度呢应该认列多少损失。 所以我们要估计合约总损失，好，当期应该认列损失等于什么呢？等于估计整个合约已经发生多少损失了，全部都要认列哦。加上以前年度累计累计已经认列的利益，如果你以前年度有认列利益而不是损失的话呢，这个利益要冲回来哦，要作为今年度的损失把它冲销掉，减掉以前年度累计已经认列的损失。如果你以前，比如说总共损失一百万，你以前已经认列了二十万了，所以你今年度要认列。 八十万就可以了哦，啊，就是以前年度已经认定的损失。如果以前年度有认定利益的话呢，比如说总共是这个一百万，然后你以前年度认定二十万的利益，今年度呢就要补认定一百二十万的损失哦，才能够把以前年度那二十万的利益把它冲回来哈。好，所以收入确定了，损失确定了，我的费用呢就跟着确定。 费用等多少呢？等于当期的合约收入加上当期的合约损失，也就是说呢，让收入跟费用抵消以后呢，会产生当期的合约损失。好，这、就是我们的费用的这个处理方法。哈，好，这个是这个合约发生损失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这样处理。那么我以后呢，如果后续后续的话呢，会损失会扩大，损失会缩小，或者是会转亏为盈。 后续会有三种情况哦，我们来看三种情况的这个处理。好，我们先看这个后续损失扩大的处理。好了哈，好，如果后续损失有扩大的话呢，还是一样，收入呢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来认列，然后那个损失呢也是先决定损失哦，不能先决定费用哦，先决定损失。那个损失呢就是按照我今年度应该增加认列的损失，也就是把。 合约估计的总成本呢？今年度的估计总成本会比去年度的估计总成本要多。那个多出来的呢，就是进一步的损失啦，作为今年度应该认定的损失。然后合约的费用呢，就是把我今年度应该认定的损失呢，加上今年度应该认定的合约利益，加起来就是合约的这个费用。它就会使得我们的损失呢，再继续增加啊，就是合约继续扩大的这个会计处理方法。好，这边休息一下。 后续发展的第二种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说我这个损失呢范围缩小了，原来估计会损失一百万的，哎，可能第二年呢，我看到大概只能只会损失八十万喽，还是损失。 好，还是损失哦。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这个合约收入呢，用完工百分比法，还是用那个百分比哈、哦，按照新到年底的累计完工的百分比啊，去确定今年度应该认定多少收益。但是呢，费用呢不能先决定，只要有损失存在就不能先决定费用，一定要先确定损失。好，就是今年度的损失。 多少？哎，今年度损失减少了，所以就变成有利益喽。所以今年度要先确定要认定多少利益。那么今年度认定利益的话呢，就是把新估计的总成本跟去年度的总成本来比较，一定是比较少了才会有利益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差额呢，就是今年度应该确认的利益。好了，去年度应该确认的利益算出来喽，我们就把今年度应该认定的收入减掉可以确认的利益。 那么就得出今年度的应该认列的费用，这样的话呢，我们收入减掉费用呢，就会产生那个利益出来啊啊，就所以还是这个利益先决定啊，然后呢再决定这个费用，就是损失缩小，但是还是损失的这个情况。第三种情况呢，就是转亏为盈，从原来的损失呢，哎，今年都发现不对了，整个工程会有有利了，虽然赚的不多，但是呢已经变成有利益了。这个时候呢？ 处理的方法就很简单喽，收入跟费用呢，全部都采用完工百分比法，你就按照那个完工的进度百分比去乘上总收入跟总成本就可以喽，哎，然后呢，去调整以前年度以任内的收入，以前年度以任内的费用。 自然就产生当年度正确的损益出来，哈，这、就是转亏为盈时候的会计处理方法，哈，好，就是当我们碰到工程碰到损失的时候呢，那么第一次损失的时候，我们就放弃。 这个完工百分比法，这个收入可以用，费用呢不能用哈。那么损失扩大跟损失缩小呢都一样，那个费用呢不能用完工百分比法，要先确定损失或利益，只有在转亏为盈的时候呢才能够再采用这个完工百分比法哈。好，以上呢把这个收入跟费用呢。 在交易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时候，那怎么去处理？我们跟各位介绍完喽。接下来我们就要举一些例子来给各位做参考喽，就是建造合约的会计处理的事例哈。那么我们先看看合约的结果呢有利益，而且呢这个结果呢能够可靠的估计。 课本上呢有能够可靠估计跟不能够可靠估计两个并列哈，那我们在这个电视上呢，我跟只跟各位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能够可靠估计的这个处理方法就好喽。那么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呢，就请同学呢参考一下课本就可以喽。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合约例子呢，是有一个公司呢叫东兴公司，它可能是一个营造厂喽，诶、哎，它呢承包一个工程。 那这个工程呢，费是三年才完工啊，承包工程。那么工程呢，原来承包的时候呢，是标价呢是两百万，后来呢。 第二年呢，有开始有工程的修改、工程的变更，所以增加了四十万的这个工程的收益啊，工程收益。然后呢，这个按年度的去投入这个成本，进行这个工程的施工啦、啊、施作喽。然后呢，三年以后呢就完成了。中间呢有成本的估计，第一年要估计总成本投入的估计总成本，第二年呢已经累计的投入的，哎、呃，估计完工程本。 好，第三年呢，全部结束以后，成本都百分之百确定，就不需要再估计喽。好，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我们课本上呢有资料哈，有课资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请各位来跟我们一起来看看电视上的画面。我们先把承包的工程资料来显示给各位看哈，承包工程资料呢，在这个工程的报价哈，原始的报价呢是两百万，就是第十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就有。 去投标的时候呢，定出来的哦。到合约变更呢，第二年呢，变更了合约了，周加了四十万，所以这个变变成两百四十万喽。哦。那第第十二年呢，合约完成的时候也是两百四十万，总收入是两百四十万了哈，这是合约。那么另外呢，我们这个工程的这个至本期期末累计实际发生的成本，好是第一年呢是五十二万，第一年底是五十二万五千。 到第二年底的时候呢，是一百三十九万六千，这个呢包括了第一年的五十二万五千在里面的哦，诶、哎，所以第二年呢没有投入到一百多万的啊、哦，第三年呢，这个全部呢是累计累计的是一百九十二万，好，一百九十万，这是总成本喽，好好，估计尚需发生的成本，在第一年底的时候，我们已经投入五十二万的，你还要估未来两年还要发生多少才能够完工？ 一估的话呢，说只要再发生九十七万五千的话，应该可以完工喽。所以总成本呢，总估计总成本是一百五十万五二五零零零，加上九七五是一百五十万喽。一百五十万的估计总成本已经投入了五十二万五千啦。所以我的完工比例呢是三十五 percent 啊，百分之三十五是这样算出来的哦。实际投入成本。 除以估计总成本，得知完工比例哈。那么第二年也是一样，累计实际投入成本，预估还需要投入成本七七十六万四，总成本呢是两百一十六万，已经投入一百三十九万六千，除以总成本两百一十六万，得出我们的完工百分比，完工进度百分比六十不限。第三年呢，总共累计投入一百九十二万，全部完工，所以呢，我有这么多的利润四十八万。 百分之百完工，好，这、就是我的完工的哈。好，那么另外呢，这个长期工程呢，多半都是按照这个施工的期间去领钱款的啦，要付款，不能够等到工程完工才付款喽。哎，我们请款的金额呢，第一年五十万，第二年八十万，第三年一百一十万，总共呢两百四十万。我们实际上收款的金额呢，第一年收到四十万，第二年收到七十万，第三年呢收到一百三十万。哈，好了，这是我们的整个工程的成本的资料。 还有呢，它的这个呃，实际上成本以及我们预估的这个收入的比例，好，完工的进度大概就这样算出来喽。那根据这个话呢，我们就可以算出我每年呢应该有多少的工程收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没有损失，没有损失，所以你都可以用完工百分比法来计算。哈，好，我们来看看呢，我们怎么做做这个。 认列这个收入的哈，跟这个费用。第十年啊，第十年的时候呢，我这个有收入、有费用、有利益，收入减掉费用等于利益。那么至本期末累计数呢，七十万，怎么算出来的？合约总收入两百万，第一年我们只有两百万哦，没有两百四十万哦。完成了三十五 percent，所以呢，应该有收入是七十万哈，三十五 percent 乘上两百万。 原完工的估计总费用呢是一百五十万好，然后呢完成了三十五 percent，总成本是五二五零零零，这是实际上发生的喽。所以我有工程的利益呢是十七万五，我第一年要承认十七万五哦啊，本期应该承认的，因为这是第一年嘛，没有以前的发生的哦。我们看第二年收入变成两百四十万喽，又增加了四十万喽，哎，然后乘上六十 percent，好，所以一百四十四万，那么减掉。 去年度已经承认的七十万，所以今年度应该承认七十四万。好，费用变成新的估计的两百一十六万，完工六十%，投入一二九六零零零，所以所以这个我以前年度已经投入五二五了，所以今年度应该是列七七一零零零。 今年度产生了三万亿的损失，因为我去年度多认列了利益了哈、啊，损失这个我们还是用完工百分比来算出来的。第三年呢，全部结束百分之百哈、啊，这个我就不需要再继续再介绍哈、啊。好了，根据这些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做每年度的分录，我们来看第一年度的分录就好了哈、啊。那么第一年度的分录的话呢，就是我们施工的分录哈。啊 工程记录工程成本，在建工程投入收五二五零零零，然后有现金呐、啊、应付账款呐、啊、材料等等，带这些科目哈。然后钱款的时候呢，一借应收账款带预收工程款五十万，好，借用上五十万带预收工程五十万。收到现金时候呢，借现金四十万带应收账款四十万，好，应收账款四十万,万。然后计算工程的收入，我的工程收入呢是七十万。 上面我们已经算出来喽，然后的成本费用只有五十二万五，所以今年度的工程收入十七万五。好，用在建工程这个科目，如果有利益用在建工程借，有损失贷在建工程，大概用这个科目来调整哈、哦。好，这是第一年的这个是这个记录的方法。那么第二年、第三年呢，原则上呢我们就照这个方法就可以了啊、哦。请各位同学呢看参考课本就可以。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嗯